Sally， 你们喝了我们的 AOX 大概有一年哦。啊，一年多了，很好。讲讲看你的 experience。哦，我第一次接触AOX 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一个好朋友，一个好妹妹，她每次送水来给我，就是因为我的老公生了胆石，肾脏生石。然后我们喝了，觉得不错，老公也很喜欢，然后我就装了，然后那个感觉不错，就又再介绍给朋友。现在我们喝了别人的水，我们都不习惯了。哦，那你老公的那个胆汁怎么样了？现在？哦 ，OK， 很好了，很好了。很好，有去 operation 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不见掉？没有，还有我们有治疗了，我们有做那个什么那个laser 是吗？但是现在很好。连现在我们除了 AOX 的水，通常我们都不习惯喝别人的水，就算我们去别人的家，我们也是敷衍，然后喝一口就一个意思就好了。OK。连我们还会继续再介绍朋友了，因为毕竟都是一个很好的产品，然后把健康带给全部人嘛。好，谢谢你。Okay.